覺得自己最有魅力是很認真做事的時候，因為為什麼呢？我在認真做事的時候，雖然不會是很多笑容，但是我是很 focus 的時候，有時候我看照片就感覺自己好像哇好厲害譬如是看劇本啊，或者做功課啊，或者拍經劇的時候，我覺得認真做事的女人其實一樣是非常之吸引。如果我拍拖，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温柔體貼的女朋友，拍拖是一件很 sweet 的事的，所以我通常會想俾我男朋友見到一面平時未必人哋見到的啦。譬如對住佢可能會温柔啲啊、體貼啲啊，同埋我係好中意一啲 surprise 同埋浪漫嘅，因為我希望佢會對我咁樣做嘛，咁所以我都會咁樣對佢做先咯。我覺得一個甜的女仔特質就是要喜歡笑，因為我覺得女仔笑的時候是最美的。我自己都算是喜歡笑的女仔，但是自己是真心是一個很簡單和很開心很容易滿足的一個女仔。我自己是很喜歡追求讀書的那種感覺，而且很經常想學一些新的東西，除了是在人生裡面用得著，在做事啊，或者是書本裡面，我是尋求到一種很喜歡吸收一些新的東西的那種感覺，所以我覺得學習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。